原先不能看。意思是我不知道这一轮的任务是什么。谁把机器打坏，谁就赢。361，小林玩具。我是拳王小林，我是拳王夏天，拳王只有一个，比比看呢。走上擂台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手指拳击。我们每一轮呢需要抽这个任务卡来完成任务，但是如果输了的话呢，就需要抽惩罚卡或者自定义卡接受惩罚。事不宜迟，一共三轮，现在赶快挑战开始。第一轮，石头剪刀布。那由夏天来抽这一轮的任务卡，接近最高分的胜利。哦，我不能帮你加油了。咋了？是一对的。对，拳击教练就是很喜欢这样。然后再给我一段那个牙齿里面，还要打他们头，还要喝水，活动一下指关节，要不要试一下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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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哎，抽筋！快点打！361！哎呀，天哪！看看你自己，感受一下你这个重力。我给你弹弹你。152，我输了。OK， 那我要抽惩罚卡。黄色的惩罚卡呢，就是这个玩具里面本身的。然后这个自定义卡呢，就是给我们自己定的惩罚。好像是导演给你写的。对，我有点好奇。那我就看看导演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惩罚呢？转动转盘。转盘能叫惩罚吗？有转盘吗？转盘来了。哇，还有通过哎。通过就是不用惩罚了。那这个很好啊。但是有可能会抽到什么喝自制蔬菜汁，还不止一个。那肯定是什么芹菜汁之类的，我跟你说。十个俯卧撑我真的不行，这个完成不了的任务好吗？下轮使用小指挑战，这跳这弹不出去吧，根本就对，转起来，拜托，啊，用身体摆出八挑战，头上八是下大啊，上小，哪有那样的？八是两个圈圈一样大的，像八吗？像八吗？导演，好像是 OK。简单了，第二轮，哦，接近100分的胜利。那你刚刚就输了，因为我是100。那我也可以知道这个任务之后，我就悠着点打呀。这一轮我先开始，100分，你想想，你刚才那个力度是100多，轻轻打一下，哦，我轻轻打的结果是209，这个机器有问题。就是运气，你应该随便一打就是300。我就不用中指，我用食指打会好一点。171和209，我又要抽惩罚卡，我今天怎么回事？抽中间的吗？对，抽这个扭动身体来比喻一种动物。怎么扭动啊？大家来猜猜哦。孔雀，你是故意的。猪，猪会吐舌吗？请问，还有你看这个扭动啊，羊驼，羊驼会这么扭身体吗？牛牛，海豚，蛇。哦，有点忘记。你看导演都是一副很蛇，蛇扭动起来，然后攻击，完美。第三轮，那这一轮我来先抽任务卡。等等，嗯。这一轮的任务是自定义的，你们先不能看，我会先给观众看。意思是我们不知道这一轮的任务是什么，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打中还是打轻啊。谁把机器打坏，谁就赢了。导演应该没有这么暴力的任务吧？会是什么任务？要是我有透视眼就好了。啾啾，会不会是你奇数偶数？那就乱打吧。304。这次任务可能是更接近300的，因为还没有这个数。真的是猜吗？我中323，请公布任务是三个数字加起来更小的获胜。等一下，323，328，我是7。哦，还有这样的规则。惩罚这样吧，直接转转盘。自制蔬菜汁，你最讨厌的。不可能转到那个。这么多，哎，刚刚谁说的？不可能会转到那个。张嘴。哎，
芝麻，你给我拿蔬菜干嘛？你要自制的嘛。我们的导演就是这样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让我羡慕啊！你看，你看，细节非常到位，喝自制蔬菜，所以我的动作有两个，先自制然后喝。我真的会谢。胡萝卜、小番茄，炸起来！哇，好健康的一杯，怎么看着有点怪怪的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谢谢。一起来 share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好鲜啊，这个好喝吗？很好喝，超好喝的，我感觉喝到了那种延年益寿，喝到了健康，喝到了快乐。OK， 那么今天的拳王，不对，手指拳王呢，就是夏天。现在呢，要为您颁奖。哎，怎么还有人自己带的这个？挂在眼睛上了。感谢这次比赛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获得第一名，也感谢我的对手让我今天获此殊荣，我真的是非常开心。来，各位，让我们高举手中的杯子，一起饮下这杯冠军的自制蔬菜汁。OK， 好了，那么今天的手指拳击游戏呢就玩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多多关注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